不敢想连环，我是义务的宣传员，我走江北闯江南，整个的中国跑遍完。我讲政策做宣传，担心民间苦与难。我唱歌农村难，可怜农民没有钱，司机难，最苦最累司机员，算农难，算点啥农人心寒，养鸡难，养鸡不是累点难。这个难那个难，最苦还是看病难啊。中华文明几千年，带给的生来最贫贱，不是的吃，不是的穿，只是过了个好心酸。不是五谷和杂粮，不吃就会饿肚子，这些粗粮有营养，能保的身体都健康，可惜有些的也刚干哈。种地多放的发肥上，种子也是转基因，一亩地产几千斤。放在家上，转基因，人类吃了俺就活该。吃了这些人生病，急急忙忙的医院送，急急忙忙进医院，一花就是得好几万呀。爹也哭，娘也叫，小孩的床前下苦恼，又卖猪又卖鸭，卖了全家在口边哈。又卖桌又卖床，卖掉家里的住房，这卖光那卖光，不知道出路在何方。虽说农村有医保，看病一样有烦恼，先交钱再报销，家家再谈越来越高，不交钱看不上病，农村的医疗有啥用？药费贵，药价高，耗子的药品不报销，百姓看病费用高，冻结死人他的腰包。百姓看病睡包帐，阳光保险来帮忙，避免雪上又加霜，避免了火中添上添。阳光保险怎么样？将来接着往下唱，中国企业500强，创业中间的力量。各自的片中不掌权，听我接着来宣传。这一任期的先生，上边要求年纪轻，30天到60岁，都可以投保去交费，5年、10年、20年，交不了房子随便选。70、80、87天，对应保费也翻番哈。病人接近到棺材，轻松的排骨也不烂，豁免后期的保费，让那个活到100岁。经济继续也有效，短期的医疗人通道，老二先生关爱多，听我的接着往下说哈。30天到40几岁，保险的金额能翻倍，轻松经济多次对。后期保险费，我的终身办一份，从此告别看病费。真心诚意的一卡通，让我的看病更轻松。阳光保险险中全，从此告别的看病难。几句公家吃多长，去我知道公家强，规矩也没得经营，吸纳小子的白起中哈。大高起点来住店，看我在那大花坛，终于见证红都市，一回大街的人子，人间光不心偏，企业的精神记心间哈。阳光保险真是好，欢迎大家来投保这个来。